先进了吧。春花姑娘其实很了不起了，毕竟这些东西我们只是在海国图志上见过，并没有亲身接触过。你还看过那种书？你们在做什么？哟，风姑娘、冷姑娘来了，快请坐。你们这是在做什么？冷姑娘，这是春花姑娘新研制的炸鸡，非常好吃，你一定要尝一尝。吃喝玩乐，数你最在行。是我觉得长生果是个害人的东西，要销毁掉。而且，我们大家都没有见过长生果到底长什么样子，所以春花姑娘做出了这些。春花姑娘真是有心了。春花姑娘确实博学多才，但也得考虑一下实际情况啊。长生果流落于江湖多年，应该是很容易保存的。春花姑娘做的这些非常好吃。容易保存，容易保存，那就它了。这不就是长生果吗？这核桃确实有补脑益智的功效，只不过这长生果指鹿为马。盘它。春花姑娘，姑娘，春花姑娘。虽然一路走来没什么主角光环，但就这么简简单单被大家喜欢着，也不错。啊，对不起，春花，你没事吧？是我不好。小白哪儿都好，我撞到小白我还应该开心呢。春花。嗯。这么好的宝贝，藏哪儿都不放心啊。什么？成亲？戒指呢？哎，你笨啊！
这个。我。也多亏小白你笨，要不然也落不到我手里。上次你提到婚礼的事，确实是我太笨，没有给你回应。思前想后，所以决定办一场盛大的婚礼赔罪。春花姑娘，秦洛凤，你来的还真是时候啊！怎么了？我们啊，要成亲了。盛盟主，你我相知相遇20年，没成想你竟然选了别人。放手。哎，春花姑娘，春花姑娘，我本来之前还忐忑不安的。你刚刚不是还妒火中烧吗？这个东西我想了很久才决定交给你的。我和少母主身边耳目众多，冷姑娘心思单纯，风姑娘又大病初愈。再说你马上就是少母主的未婚妻了，这个东西交给你，我还有什么不放心的？少母主，恭喜啊。大喜事哦！